11月11日，胡军的妻子卢芳晒出儿子康康的近照，并发文庆祝他12岁生日。卢芳写道：“我的少年，生日快乐！身高瞬间就超过妈妈了。少年，你成熟懂事，会安排自己也照顾别人，成绩优秀有喜好，并为之努力，妈妈为你骄傲。祝你今后的每一天继续快乐自在。”康康身穿棒球服，坐在生日蛋糕前，已经褪去青涩，俨然一副小大人的模样。观众对康康的印象大多还停留在跟爸爸胡军一起参加亲子节目的时候，那时候的康康小小年纪就把霸道总裁的形象留在了大家的心里。如此看来，确实是霸总本总啊。